啊，到宜兰哈，它清水地热园区哦，啊，这停车场哦，歹势哦，这爱钱哦，这跳时间而算的哦。啊，咱这来去来看一下，真正是地热，你看去讲哇，那木屋呢，迄就是地热哦，啊，这景点哦，车子还蛮多的哦，哎。哦，原来全部都是木造的房屋，哦，整排，哦，还没有看到游览车啦，那个路也小小的，哦，可能大部分都是开这个小车进来，哦，人潮还蛮多的，啊，平时人就那么多了，哦，我现在发现一只野猫，哇，来在那边，哦，那一只，哦，这个叫做山猫，哎。啊，我们走一段再继续照啊！啊，这个都是只有啊散步的步道而已了啊，走到前面去啊，比较有那个搭那个雨伞的那边可能比较热闹一点啊。啊，环境也真的很不错了。你从那个大马路哦，它开到这边来哈，一段距离哦，它指标是3公里。啊，路不大，路小小的，所以说那个游览车可能也没办法进来，要小车才能够进来。哦，啊，这个旁边有一个哦小河流，哎，哎呀，我的手机好奇怪哦，上面怎么会呈现一排那个黑云大雾啊，哎，偶云大雾，奇怪。哇，这里嘛，都一间土地公庙啊，哇，真遐侪人咧休闲，你看咧，哦。大家都买东西，哦啊、坐在那个哦，那雨伞下面哦，可以坐，哎，啊、那个地热哦，那现在都做一个比较安全的设施了、哦、我们看一下这个福德宫，哎，这土地公碑啊，每个地方都有土地公碑啊，哎，大家看看这个土地公碑啊，哎，哦，土地公伯啊，啊、哦、啊，各位大家拢平安哈，搞、哦、发财，大赚钱。哦，啊，好像有四个在冒烟的地方哈、哦，这边有2处，哦，那边也有2处，那么从这边开始走，哇，这么多人。哇！哇！哇！一看到人家都在撒，哦，撒欢杯了。哦，好特别呢，哦，啊，从所未见的，哦，来到这边，哎。啊，煮玉米啊，嗯、天然的地热、哦，这个硫磺味蛮重的。哇，它这个硫磺是那个呢，哦，好像黄黄的，哦，哦，啊，这个小池的是，哦，冷水的，哦，哦，大家都在吃玉米呢，啊，看起来都快要流口水了，什么？清水地热，哦，三星乡，
沿山村与大同乡交界处，此为营。哇、哦！啊，个人咧浸卡啦，哇！那個、香港卡咧浸了嘛上好。每次破蛋就这样。妈妈，妈妈，给你保证，你不要没有原则。哦，啊，这一间啊一间，敢袂是小商店呢？安尼。哦，这么多，你看沙翻味啦，哇，好特别，哇，沙鸡卵，哎，哦，好特别啊、哦，哎，哦，好特别哈、哦，大家都知道那个，哦，沙鸡卵，沙鸭卵。哦，啊，咁唔知讲，即系好多沙翻味，哦。哦，它的园区就是就这个空间的范围，好。哦，那南洋西之美啊，哦那边哦那个水好清澈。金鸡啦，金鸡啦，好壮观哦，哦，一束一束啊嘞。哦，啊，对面也是。
在500公尺处，向左转。
来的经济是很有帮助的，这也成为后疫情时代最重要哈，为复苏铺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。那在Moody 他们的首席经济学家有讲了哈，说呢，现在经济要好，总是要鼓励大家消费啊。那如果说之前大家都累积了一大笔的储蓄，那是不是未来在整个开发经济体的这个发展当中呢，会很有帮助？有。因为消费者只要花三分之一的额外储蓄，那就可以拉抬今年跟明年这个手表，他说大家都要考虑了。向左转上匝道。
心跳的爱我，爱到这份真心，酸，我都成了真心酸。
中断。现在有更快的路线可供选择，走国道一号能省下5分钟，轻按即可重设路线。
告已中断。Thank you.
右。